张教练特批的，这上午比赛不是出了点状况吗？张教练要留下来应对媒体处理后续的问题，就给我们批了假，让我们给你捎点东西。说这些都是有助于恢复的。你看，俯卧撑的，这个皮筋都是咱们训练常用的东西。护腕、皮筋、握力器、沙袋，哎，这个是赠品，可以减减压。对，瑜伽垫。 医生说没伤到筋骨，找高教练，我马上就好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队长，这瑜伽垫放这儿了啊。啊。哎，江一天，我想吃这个你带的酸辣粉。哦，我也非常想吃。走，咱们俩去泡去。海哥，哎，我们去泡个酸辣粉，你跟队长聊一会儿。哦，啊，我们去了。哎。 队长，考核赛打得不错。嗯，我队里怎么说呀？违反射击规则，技术犯，罚我空枪射击一个月，打靶训练馆一个月。毕竟不是大赛，还好。 还好什么呀？我不在的日子里，队长的职务就交给你了。尤其是要看好江一天他们几个爱偷懒的，简单了吗？哎，走，三面好吗？队长，我对不起你。对了，右手给我。啊？右手？这怎么了？ 这干嘛呀？咱们队长也学会看手相了。拍呢？哎呀！这部分的标题，把它放大。十多年的苦训不能被一次失误所抹杀。周总，周总，都去忙吧。周总，沈清源竟然发微博了，开天辟地第一次啊！ 十多年的苦训不会被一次失误所抹杀，沈清源可以啊。这样一来，陈海的问题就彻底解决了，但他自己的负面，不知道能不能靠这次收场。周总，你看评论里还有人质疑这不是陈海的手，继续骂他卖惨和双面人的。其实要我说，还不如两个人拍个合照。 或者拉着陈海录段视频，这样不是更有说服力吗？沈清源很聪明的，他知道这个时候不能让走火的队友露脸，这样会激起公众的愤怒，所以不露痕迹的只放了手的照片。啊，学着点。你要练习直播？嗯，我说过要帮你完成工作吧。 而且这样的话，还能转移网民对走火事件的注意力，对吧？可是直播也没那么容易哦，你确定可以亲自上阵？
终于搞定了。什么？大家好，我是沈清源。那个，看啥呢？看什么呢，江哥？这不是我们之前训练的花絮吗？哎，你看咱们沈队这冷着脸指导人的样子，还真的够灵的。是啊，是啊，一会儿配上他后面的单人出镜，更反差。这还真是双面神经元啊。可以啊，沈清源，扭转舆论扭转的够快的。